劝你不要再挣扎了，魏婴已经等你们很久了，就算你们翻破了天也没可能。魏婴在哪里？那无限早已经被我扔进了乱葬岗，只怕现在连骨头都不剩了。怎么回事？妖兽！又见面了，这声音，你什么人？浩然正气的魏公子，如今就成了这样。这轨道本就大体相信，大言不惭。